今天担任主审的是蔡东泽先生，一人审郑维成先生，三人审范元干先生。滚地球穿越三牛中心的一支六垒安打，继续打击二垒第一棒。
滚地球专属内野防区形成一支一垒安打。Yeah!
天不算今天小坏人的双方地带的本地球新成员之一磊安大不平衡，踢出左外方向的。93号。69号张志强
请出另外方向的平安大公。本军就以5-2击败富邦二军。本场比赛的胜利责任。本场比赛获得中继成功的投手有富邦二军将要对战统一二军。到时候欢迎各位热爱棒球的球迷朋友们能进场帮喜欢的选手与球队加油打气。期待再次与大家在球场相会，预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